家好，我们今天要玩的是空岛两个字或四个字，然后这是第四天的水晶。好，诶，怎么有人来我家？再看看一下，他是不是想买东西？我们今天是要做任务。我一定会买这个东西的。然后我还要做一个东西，我今天是要做任务，不是来买东西的，还要去我家。好，任务是什么任务？把钱2万块拿去用掉花掉。好，拿去花掉吧。这应该很有，诶，它怎么现在变10000了？哦，今天太奇怪了，为什么衣服就变10000？太怪了吧！而且卖掉只有3200，然后这有40个，然后这要打5个。好，那我们先去这吧。哎，按错，是这个。好吧，还是先重新按一次吧了。像是有一个新功能，它有交换功能。这个是一个骗人的东西，像是有个人骗我，所以交换功能是一个坏东西，我不喜欢交换功能。有人跟我交换，我都拿去按叉叉，因为像是有一个人在骗我。好，然后现在再去这里，任务要打5个骨头。打5个骨头，人会拿到任务100，就可以拿到一个东西了。看看是什么东西呢？哎呦，怎么变暗了？好，现在就开始去打。哎，这个要先得，我每天都会得。现在怎么变越来越多洞了？好，他们骨头都在那里，先去打个骨头吧。我先不管他们了，他们打我，我就不要理他。1个2个3个4个5个，任务完成。我们就赶紧去到那里吧，才不会被人家打。拿到100了，哦，原来是拿到手表，哎，不对，应该是时钟。好，那我们再看看这里可以领取。哦，这原来要这个呀。好吧，那我们再做冒险家任会吗？还是动会？不知道。好，先看看，就是这个8个，他就会给2个。如果这个我不需要了，还是买就好了。好了，买好了。完成，合成物品，灰色的东西，先看看灰色的东西，我看看哦，这个我有，这我也有。好，那就先去家里。好，终于到了，就是在我宝箱里面吧，全部花都在我宝箱里面。诶，我掉下去了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
现在变慢了。这有东西吗？哦，有有有，就是这个东西。然后去做，看有东西。好，好了，任务完成100，拿到20个血晶水。哦，我有239了。如果再一个就是240。然后再10个就是可以买个终极包包了。高级包包我买不到，高级包包可能要最贵的一个。终极包包很多人说他想要，小级包包没有人说他要。我买了2个，他们也是说不要，他们就直接终极包包就好了，不要2个。好，那再来。哦，沙子要12个卖掉。12个。好了，卖掉。这也卖掉。终于了，又拿到了。我马上都可以倒裤子了，只有今天只有坏了。第一周是这个西草花吧，他说可以再种种子，帮人家点赞要3个，去附近的人吧，不是这里，是这里。先去英语，帮他按一个，就是2个了。再去看可不可以按，好，去第二个好了。哎，谁？我就这个咯。不要，他可能在骗我。帮他点赞，我今天已经帮人家点过赞了，所以只有明天才可以。这个要打200个，现在马上去吧。啊，又按错了。每次都有心都一直按错，如果没有心都比较好，有心我都真不喜欢。本来东西很多都可以了，怪现在换心了又变那么少东西，我都越不喜欢。这时我最不喜欢。好，然后再去这，一直按错。好，等他吧。他说要打200个，我这个好像不能，还是先买个鸡肉或面包吧，还是买面包就好了，他们都太贵。哎，现在面包好像变便宜了，哎，这个好像。这也变便宜了，然后再买这个一个，吃个面包吧。我觉得草莓都好贵，为什么？还要10万块吧，还是100万？草莓都要那么贵，64个而已就要那么贵。先把它吃一吃。好，吃好了，赶紧去吧。哦，那你这个已经来了，打吧打吧。哎呦哎呦哎呦，不要再有人打我了吧，太怪了。打打打打打。哦，一个，为什么他们都一直打我啦？我不要他，不要了，你看他就好了。哎，想跟我来吗？人家就一直打你，不要往后面是不是？哦，你看人家一直打你哦，哈，看你怎么上去。我已经快跑了，快跑快跑！哎哎哎哎哎，你看不到
了吧，你被打了吧，呼呼呼呼，刚刚就一直打我，嘿嘿嘿，打死他了，哎呦哎呦，他又打我了，都不让我打，哎呦哎呦，赶紧跑，不想要被打，然后这个快死了，所以终于打到两个了，哦，他们又在下面，嘿嘿嘿，你，这是我的钱。哦哟哟哟！哦，不要来喽！不要来喽！不要来喽！哟，他干嘛要打我？算了，不要管他，好烦。那就打你自己啊，还打人家嘞！要把这个开起来，他们就已经知道了。看你怎么打我！来呀，来呀，来呀！嘿嘿，哦，完了完了！一定要把这个打死，不管拿到或没拿到，但是任务完成就好。哦，一直打我干嘛？哦，那个快死了！哎呦，一直打我干嘛？我只剩下二而已，烦，烦烦烦！哦，他们还抢嘞！哦，我拿拿拿，我拿！哦，你还抢嘞？抢我的钱嘞？本来是我的。这是人家打你还抢，我打你就知道哈。哦，有一个好强的人，不要打我。到底谁打我，就打死他就知道了。一定去打死他吧，很会打人，很爱打人，刚刚也不是打你，一直打人，打你就知道，已经知道是谁了。好，这次先上完了。